他怎么跟陆翔哥哥来吃饭了？这是菜单，拼桌去。哎，我先看一下。拼什么桌？看他来有情有义的腔调，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，他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约会。约会？看着好好吃啊。可儿，你看看想吃什么？还是你来点吧。现在艾杰是越做越大了，是陆翔功不可没，但是他还用了一些不惜破坏规矩的手段，哼，越来越像他爸爸了。是时候该给他一些警醒了。先这样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我说你倒是吃啊，老看那边干什么？啊，吃。这个送你。哟，开始送礼物了，看来是真的在约会啊。是什么？喜欢吗？很漂亮，但是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能收。你不用紧张，这是客户送给我的，我留着也没用，你拿去。幸运锁项链，不便宜吧？陆翔哥哥，你怎么不送我一条啊？好歹我们也认识十几年了。有什么好稀奇的呀？这个就是条链子。夏淼啊，以前客户送我的东西，我给你的也不少。这条项链，你不觉得更适合可儿吗？看来是挺合适的。我这条也不错吧，小淼，这条项链送给你了。给我？我给你戴上啊。看，这条多合适啊，不比那条冰冷冷的链子好多了，而且上面还有我的体温。你这戴的什么呀，霍斌？你喝多了吧？服务员，有没有眼力劲儿啊？拼桌。不请自来，你也不问问我们愿不愿意？是吗？你们是在约会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在约会的话，我现在就滚蛋。如果是朋友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？人多不更热闹吗？好，一起吃吧。喝醉了，就给我闭嘴。哎，可儿，别摘。我觉得这条项链很适合你。是啊，很适合你。好啊，那我就却之不恭的收下了。收下吧。从坐下来到现在，咱们几个还没碰过杯吧？来碰一个吧。是啊，咱们干一杯吧，咱们干一杯。干，来干杯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失手了。好尴尬呀，吃饭也没遇见个粉丝。我看你们都喝酒了，要不然今天我送你们回家吧。陆翔哥哥，钥匙给我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。闹够了没有？什么叫我闹够了没有？你是嫌我打扰你约会了还是怎么着？你要是想约我助理，你就直接约，他不来我帮你约，我扣了奖金。你给我闭嘴。受伤了没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刚才女司机不小心又把油门当刹车了。你们大家没事吧？没人扶你啊？你这么想的，这么紧张坦克啊，我一试就试出来了。这很不好玩好不好？你对坦克有什么评价？他呀挺难搞的吧，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员工类型。没了，就这么多。没了呀，你还想听什么？